好，来访问一下学姐子老师，相信大家都知道你自己有一手组成的明星棒球队，对，上次棒球队，对，也曾经到各个国家去打交流赛，对，对于今天自己要开球，心里有怎样的感觉想法？不瞒您说，今天非常非常的紧张，然后也非常的期待。原因很简单，虽然说我自己是明星棒球队的一员，是，然后却是我人生当中第一次开球，第一次开球，对，而且还是穿着饥饿游戏的制服，然后做开球，所以。